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俗语咧讲，离乡无离口，一乡有一口。可能一挂观众朋友拢感觉讲，高雄的乡亲有一挂特殊的口口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可能真侪人听到到底拢感觉足亲切，特别是高雄的乡亲，可能真侪人拢惯习讲安尼呢，这里呢，这算是一个话尾，冇人讲是食饱呢，困饱呢，白白是话尾，卖讲呢，像讲你足巧的呢，你足高尚的呢，足古锥的呢，嘛是用这里。另外，呢，就是安呢呢，同款嘛是借用这字汉字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安呢，代表讲如此怎样；第二个词都要读作勉励，就是讲要创啥要做啥。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都已经知影讲今仔日气象预报讲下晡绝对袂落雨，伊还佫扎雨伞出门勉励，原来是讲要加一头呢，安尼都有道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呢呢，同款这个汉字会当借用呢，也佫有你提供予大家参考。